参考那个十四幅的那个圣经故事的浮雕绘画，那个他的那个前座基本功呢，就做到这边，进去都把它贴上去，把这12朵百合花做起来让它干。那这个百合花里面有花蕊，花蕊呢是那个人造花的材料行买的，那你拿5根。从中间剪开以后呢，给它这样子合起来。那参差不齐的花蕊，它有长有短的，可是不要差太多。然后拿一块黏山西雕塑土，沾一些水会比较软。你如果用浆糊白胶的话，那很麻烦，整只手都是。那你用黏土的话，手都还是保持干净的。这个山西雕塑土就是好用在这里。它不沾手，然后你看它粘着性也蛮强的，就这样子。那你做好，总共12朵花，你就做十二个。那做起来让它干。这个是百合花里面的，用比较干硬的土，然后把土搓成水滴形，剪进来它1公分。然后这边剪三片，然后这边又再剪三片，进去1公分左右嘛。然后你拨开来，就是6片了。拨开的时候呢，顺便把它捏薄，捏薄，然后捏薄，再用这个竹签往这个地方。把它擀薄，这个有滚下，所以它就薄了。然后你取比较漂亮的呢，在上面，这个比较漂亮在上面，然后这样翻，上面的才翻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挖一个洞哦，然后沾一些水，把这一个花蕊就插进去。那要插多进去呢？差不多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捏紧。如果土不够软的时候呢，沾一点水在这个花蕊，其实这个可以了，那有粘住了。然后就是这样子，朝这样子，这样子放着让它干。如果你的土比较软呢，那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做百合花，先搓成6片，搓好以后。好，你一片一片的沾水，这个是已经干的哦。那你就一片一片的把它粘起来，6片嘛。这个万一你的土比较软了，不好用刚刚的那种方式，那你可以这样用。也是捏紧，然后你取比较漂亮的那一面呢，当上面啦、一样放在这里，因为我们等下粘住那一面是平的，所以你就放在上面，然后这样子把它。我是喜欢刚刚第一种的方式啊，我很少用这种方式做，搓2片长长的叶片，你先把这边粘住哈，等一下你要粘这个花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方向怎样子，才不会搞错了。我现在讲的你可能听不懂，等一下你粘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样子把它粘起来，这个土软软的，所以一压就粘住了。先从左边的山做起，就是长条，然后不规则的，就。用你的手把它，我沾了一点水了。我刚刚这个底板有沾水了，然后把这个压过来。那这是交接的地方。
那这个到这边是水，山谷里面的水，这个用工具这样给它随意压一些纹路出来，顺着这个就薄下来了，这个就这样子就薄，这边就随便压一些纹路出来，山也是有纹路啊，只是它不规则性的，你用工具就直接这样压就好了，随性的压出纹路就好了，不要平平就可以。那到这里，到界限嘛，我们画的界限在这里。做右边的，沾一些水，先把这个厚度照顾出来就对了。那这个都可以随性，有高有低。哦，这个如果图案盖住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大概记得这边还有一朵花。那到这里，这个是山谷的水，到这里，那你纹路嘛一样都随意，到这里就扁下来了。那这边呢，有一点点远山。这个你还是要做出来，到时候你擦颜色比较轻松。这边有一些远山，最远的，从最远的就是最薄的做起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一层一层层次把它捏出来。哦，这边有一层一层的层次。这边稍微厚一点，因为这个比较近，那这边比较远的就薄一点。那你要留出一条那个从山上流下来的瀑布，一个水道要流下来的那个，这个要留出来哦。啊，这边稍微厚一点，因为这是一个交点的位置。啊，往这里就变薄了。这整个水道的焦点就是在这里，十字路口，这里我们就要注意到把它交代得清楚，其他的就比较没关系，这个就往上面推平了，然后这个十字路口要给它十字水口，把它弄出来。这边有，这个就是要交代清楚了。那往这里的就随性了。这边也是有一点点厚度出来，这边有一点点厚度，这边是有厚度的。那你这个万一这个图这个花的位置挡住了，你再拿图案出来参考一下。这边鼓起来的那个花呢，我里面有包面纸，整张的把它捏皱皱的，然后沾水。这个图案挡住了没关系啦，这个到时候你参考那个图片，大概的位置就可以，不一定要很完全正确，反正大略就是这12朵花把它摆好。那这个瀑布这里，这个要交代清楚，这里都要交代清楚。这个整个重点就是在这里，这个要交代清楚。那这个很高点，到这里就变薄了。那这边也一样，这边的最高点在这里，那你也是包一张面纸。给它弄皱皱的，然后就包起来。这个随性啊，就随性。那这里沿着这个，这边有厚度，这个腹部这里要照顾出来，这一个界限要照顾出来。那个这个花的位置，到时候你就参考那个图片。这边就顺着这边就薄的下来，那这边厚的，
那你用手也可以，用工具都可以。这种纹路是随你，你有手的纹路啊，工具的纹路都可以。可是你厚薄要抓住它的重点。这个留下来的水，这边稍微厚一点，不然你水这边很难处理。这边稍微厚一点。然后这个是水面跟石头的界限，这个要交代清楚。那这个瀑布的转折点在这里，这边往下面垂下来，这个是往上面弄上去，那你那个纹路就顺着这个，就这样画上去。没有土的时候，弄薄薄的一层就好了，让你可以画出纹路就好了。最后的点就是在这里转折，然后这边往地上这样子垂下来，到这里又是薄薄的。然后你顺着水的纹路就这样子。画出来，那这边就打横的，这边打横的，这个也是横的，那你这随便的画一些水，这用白色的土，你要用水蓝色的也可以了，我是白色的土很多，我就。然后这边随便粘几个，这个白色的土都很软，所以啊，你可以用那个竹签呢拨一些水花，然后这边不够的再给它弄一些纹路出来，就这样。